非常谢谢，请他就是邀请我们今天能够过来。那我们今天的讲者，他需要介绍杨涛老师，他有特别的身份啊，他在台湾待20年了是吧？19、20年，18，OK，18年，所以也是台湾人，但也是香港人，而且他本身曾经从支持，我每次都要讲，这到底要怎么讲呢？是。 一国两制还是一个中国，到后来变成了支持台独，那这些立场，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心理路程，那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今天要跟我们谈的这个议题，就是香港反送中的这个问题，对他来讲，这不会只是一个香港本地的一个问题而已。那有多大程度上可以让台湾借镜，或者是多大程度上，他其实。 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以及反映出未来的世界。刚这一位魏女士所讲的这个某一种的普世价值要去捍卫的时候，那香港的世界它意味着什么？是否因为中国的崛起，可能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困难？那我想这些事情，由梁文涛老师今天来的主讲是非常适合的。那我就时间不多说，就很高兴文涛，文涛在过去有一阵子他因为香港的问题，让他心情非常的不好，也非常的沮丧，而且包括台湾的问题，然后他心情沮丧，就是沉寂了一阵子，然后现在又继续复出，然后他说他是悲观但积极在面对这些事情，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精神，也许我们不容许。 过于乐观在看这件事情，但是，不乐观看待任何的事情的同时，可以还可以保有非常积极的面对，然后认为自己还是可以贡献什么样子的力量，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OK， 那我们以掌声来欢迎梁文涛老师。大家好，今天。 感谢谢谢经济部的邀请嘛。那虽然我跟他们很熟啊，但是好像我只是那么多年，这一次我上第二次来讲，因为我本身在南部，比较少在台北活动。那如果最近大家有看一些电视的谈话性节目，有可能会看到我在三立或在公视。 有上一些节目啊，谈香港。那一般台湾他们遇到香港问题，很多时候都会找我。虽然我不是研究香港的所谓专家，也谈不上是什么研究员，但是亲身经历了香港，大概跟香港我的香港长大，就20几岁离开到英国读博士。 然后回来回去香港没多久，就来了台湾。然后台湾也是我第二个故乡。然后从小呢是接受国民党史观洗脑长大的，所以我个人的感受非常的不好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洗脑那么多年了？那我们学的史观应该跟台湾这边差不多了啊，因为。 香港那边是受国民党当时影响还蛮大的，然后英国人没有要把香港变成英国人，他希望香港变成乖乖的华人，所以他会把这些国民党的史观呢容许在学校的传授。那这个是我记得背景，然后最近大概7、8年吧。 1976、7年啊，有一个很大的，应该7、8年左右，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我的立场，应该说我的人生的第二次的启蒙啊。通常在这个年纪会把你的世界观改变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世界观是很人生里面很重要，个人身份认同很重要的一个。 环节，你很难说放弃就放弃，但是当我去反省、思考我刚刚说的史观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当然。
对一个念哲学的人来说，怎么可能你被骗了几十年，现在才反省？那的确是很遗憾，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在很多场合我也写过一些东西，讲到那个史观了。那今天就不要谈这个。但是我的背景，为什么我会在面前那么强硬的台独跟港独分子的原因，背后就是史观的问题。开始我对国民党的厌恶了，就是因为被洗脑的几十年。我没有经过二八，没有经过白色恐怖，但是我对作为一个哲学家，你觉得你被骗，你整个世界观被形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会觉得很丢脸，而且是到了四十几岁才开始反省。那有空再跟大家思考吧。那今天我也稍微讲一点点理论的东西啊，就是所谓反送中跟所谓集体行动啊，或公民服从啊、非暴力抗争的关系，大概也会分享一下。那当然主要是反送中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境地，我先讲结论。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其实我们很难类比台湾跟香港，因为中共啊，对于这些不同地方有他不同的方针，的确是啊，他为了诱骗台湾，他会释出比香港更宽松的一国两制的方案，包括你可以保留军队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实际上具体怎么实施不晓得，但重点是。一国两制的方案本来就是要实现在吐蕃、然后香港、然后台湾。那吐蕃因为他们被骗了，签了一个类似什么鬼和平协议的之后，就完全套在中国范围里面，无法翻身。那我们现在在台湾提及的和平协议的性质是非常类似的，也就是一个内战框架底下的和平协议，它不是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和平条约，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对于北京来说，台北这个政府就是一个 loser， 逃到台湾来，就像当年郑成功他们一样，就是 loser。所以要处理这个 loser 要怎么处理呢？简单的这样子，最好就是你乖乖跟我签和平协议，变相也就是投降协议。那现在有空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重点就是说，我的结论就是前天的吐蕃，昨天的香港，就是今天的台湾。所以我不太同意什么，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不是明日，是现在已经发生当中。现在中共在台湾所做的渗透收编，我等一下再讲一下下。大家听完之后觉得很惊讶，但我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但人家冰山一角他们已经藏不住了，你看到那个冰山一角，你就已经很，我觉得会吓到。今天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不想好像太沉重了，但是现实上可能就是很沉重。希望不会听完这次之后，你们下一次就不来了。Unlike 这个哲学星期五的粉丝页这样。或顺便卖一下广告，如果你长期希望收到粉丝页的这个发布的话，可以按一下，按你的优先看。因为现在脸书呢，你不按优先看的话，你都看不到他的东西了。我顺便卖一下广告，我们刚才吃饭还聊到这个。好，讲了这个前言之后呢，那就大概讲一下那个大家也就熟悉的东西，我就不会讲得太深入了。那大家要了解。今年的7月1号的大游行呢是罕见的，有接近百万的。当然他们官方的数据，不是官方，就是他们主办单位的数据，大概
60万人，然后当然这个数字我觉得是低估了，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是很多人，而且是创了7.1游行历年来很久以来的一个重要记录。那7.1游行为什么7.1？大家知道7月1，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我应该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7月1号，就是刚有朋友说啊，所谓回归的一天嘛，就是香港正式被并吞沦陷的一天。我是用沦陷哦，没有用回归。对于香港的这个港独或本土派来说，香港是沦陷，沦陷陷在中国里面去。那当天呢，就有占领立法会的情节，就恍如呢，这个我们台湾反服贸的时候啊，这个状况，当然有些不同的地方，他很快就被清场。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大家也非常了解，就是那个送终条例。那在那一次的7月1号游行前呢，6月中。开始就两次嘛，就是6号跟16号，分别100万跟200万人，200万人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因为我们当年64天安门屠城的时候，我有帮，因为当时是这个学生组织的干部在香港大学，我有帮忙去组织，那我们当时只走了。我们2个礼拜只占了一边的马路，双两边嘛，往返两边。但是16号的那天是两边就完全瘫痪，你根本马路上没有车，不会有车，因为两边都塞满了人。所以那个你说200万绝对一定是有，甚至能超过，因为有很多。他根本看到那么多人就没有去了，就回去就回家了。然后有很多人当时中间加入的，他不是在起点开始过去吗？那因为那么大那么多的人，所以引起了国际的关注。那当然更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在期间中间的6月12号那一天呢，有这个民众包围政府。这个总部跟立法会附近的地方，然后引发了这个大规模的镇压，而且首次使用这个橡胶子弹跟吐袋弹，这个具有伤害性的武器，当它近距离是可以引致的人死亡的。然后由于6月10号的这个暴力的镇压，所以才有16号的200万人上街。那如果有参与反服贸会有印象的话，我们反服贸开始的时候，大概也只有2-3万人在外面包围立法会、立法院。那后来，318嘛，后来323闯进了行政院，我当年也在场。后来被武力镇压、驱离了，拍肩膀啊，这样的话说嘛。警察在拍肩膀，没有什么镇压，结果很多人都头破血流，然后要用水泡啊。苏贞昌、小英、谢阳廷他们都在里面。那三之后，因为警方用暴力清场啊，所以才会有330，接近可能50万人上凯道的一个集会。所以其实每一个这样的政府，只要你动用到武力，其实你只会引发更多人的关注。本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服贸啊，结果他帮我们做宣传嘛，对不对？打人，为什么打人？哦，所以很多人就后来才发现，服贸原来是糖衣毒药啊。这个大家有空看一下 YouTube 上面讲很多服贸的东西，有好多个，大家有空可以听一下。蛮恐怖的，我等一下又讲一下服贸降下来，台湾现在挡得住吗？还是又沦陷了？然后那个送终条
能力，如果大家没有注意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任何一个香港人都会有可能因为某一些的罪名呢，你被遣送到中国，然后去做审判跟判刑。所以这个会被质疑呢，你是不是要用这个来变成打压言论啊，镇压肃清这个政治犯的工具啊？啊，因为其实有两个可能性啊，一个可能性呢是在收容条约里面，它有一些罪行，包括叛国啊、叛乱，包括提出一些种族伤害种族的言论或行为啊，那其实这些都是政治相关的罪名啊，所以他有可能可以用这些方式来引渡，比如说，因为他有反分裂法嘛，台湾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那像我们这些搞台独的台湾人基本上进不了香港。那就我这个有特殊身份的，因为我有香港身份证，他没办法拒绝我，他会就把我抓起来，说你违反分裂法啊，叛乱行为。所以如果逃犯条例通过，其实我的风险是增加很多。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有想到或 有一些方式可以影响到我，因为过去其实你言论的话你很难入罪，但是他这个逃犯条例是有可能。那另外一个方式是，他很多时候要针对的人呢，他不一定要用他不爽你做了某一些事情对他不利的，他可能会用比如说桂林海，大家听过铜锣湾书店嘛？铜锣湾书店那个老板他新的老板接手了之后，就准备出那个习近平的情人这种八卦的书，跟习近平有关的八卦的书嘛。所以我就踩到红线了，因为你可以讲胡锦涛你可以讲什么，但你不能讲我所以就把他从泰国绑架回到中国，没有出境泰国所以东南亚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基本上都是中共掌握的控制的范围内，他们影响力非常的大，包括赌场，包括其他的这些狗屁道教的事情，所以他有能力但泰国警方也接一件他一件毙嘛，一个瑞典国籍的桂明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在十几年前在中国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没有处理，就要抓他。哇塞，那这样的话，应该很多人都应该要被抓回去中国，所以他会用这些根本不是理由的理由来抓你。那像就本来要帮余杰出那个，是中国教父习近平的书的那个香港一个独立书店出版社的老板，神宗的老板。也在进到中国的时候被怀疑被栽赃了，说他走私还是什么原因我忘记了，他就抓起来判了好像12年吧，一个七八十岁的这个出版社老板就用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罪名他怎么走私什么化学什么什么什么物品，书店老板刚没有走私化学物品，这个听起来就怪怪的。但我不能说他一定没有因为这个中共说的，但我们合理怀疑，他就栽赃嘛，非常简单嘛。你进，这些太简单了，反正你进去中国的人身安全就很危险。那也包括像那个台湾的李明哲李明
职责到现在，也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状况，被监禁当中啊，也是他本来是一个胖小胖子，是个胖子，然后现在变得很瘦，没得吃哈。那当然，另外一个事例就是现在人在台湾的林荣基先生，林荣基先生就是东岸书店的店长，啊，所以他跟桂明海跟另外的三个员工呢，都被抓走了，走到了中国。那林荣基先生现在在台湾啊，之前也有来过折武，那之后如果他有机会，再分享，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那最新的消息是，中华民国在台北的政府呢，容许他在留在台湾多三个月，十月。啊，至于为什么是三个月，不知道。那当然，最近这两天大家比较看到的新闻，应该有看到嘛，民国都头条了，就是有些学生。据说哈，有一批的学生呢来了台湾啊，这些人呢都要参与六零九、六一二、六一六这些抗争的啊，他们害怕被秋后算账，就来了台湾。那最近媒体都有在访问我，然后我是不管你有没有真的有来。现在重点是一个已经在台湾的林荣基，台湾都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机制，让他可以拿到一个长期的居留那个资格，啊，所以他们用港澳条例的第十八条，就个案性的啊，可怜可怜你啦，无处容身嘛，啊，先给你一个月，啊，再给你两个月，啊，现在给你三个月，啊，之后呢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媒体访问的时候，大家都会讲，重点不是这些学生有没有这样的学生，你现在没有，未来也会有。重点是你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所以焦点不是说有没有学生，多少学生，哦，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打算做什么。如果有人愿意希望留下来，你有没有办法处理，有没有一个资质去处理，说啊你是乱掰的，你根本没有参加过啊，借题发挥想要带来台湾而已，还是说他真的有参与，他真的有可能被清算。没有啊，没有啊，他没有，很遗憾。先进的民主国家都有，像刚刚如果有注意的话，香港的港独派的青年，本土民主前线的召集人王台阳，他另外一个李东升啊，他们就在德国得到这个庇护，然后梁天琦。就被判了六年，啊，在香港被参与所谓的暴动，啊，大家有听过2016年啊，那个农历新年的时候，香港发生了所谓鱼蛋革命，我后来说的旺角冲突，啊，那他们就被控一票人被控暴动罪，所以最近为什么他们有一个诉求，就是你不能把六一二参与六一二的人士。定性为暴动犯，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诉求，就是不是暴动嘛，只有暴政没有暴动嘛，对不对？啊，那在这个送中条例出来之后，当然英国、加拿大、美国等等都发表这些声明啊，这个希望北京政府或香港政府呢悬崖勒马，但是。那香港现在的状况基本上，其实北京不断最近都在重申了，没有两制，或者说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说，一国高于两制，啊，那到底什么是一国两制？一般邓小平传达出来的讯息，一般我们的理解都会认为是说，哎，主要是啊资本主义不变嘛，我们社会主义，你们资本主义。啊，叫一国两制，就讲经济的部分而已。但其实实际上不是啊，
实际上一国两制就是维持香港的法律，这个所谓的普通法嘛，啊，你不要用大陆法嘛，啊，等等之类的，然后香港司法体制嘛，司法独立嘛。那修立了之后，简单说就是等同于，就等于是把中国的法律延伸到香港嘛，因为你可以引渡，对不对？相关犯了，所谓在中国犯了相关法律的人进到中国嘛。当年为什么没有这个安排？原因就是当时中国要说服香港人，政治就是一国两制啊，有人不会干预你们，不会黑手不会插入你们那边的。啊，当然最扯的是中国香港政府竟然牵拖，因为有香港人在台湾杀了一个香港的女朋友，结果回到香港，大家没有彼此的那个遣返的引渡的条例，是要弄一个。那这个问题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你如果是这个案子很简单，你就台湾跟香港签互相引渡的条例就好了，对不对？而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变成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你只要在香港都有可能因为你被说成是犯了中国的法律被引渡到中国呢？这跟叫什么关系啊？ OK， 所以这个反映什么？反映他们的思考就是从来就是把台湾变成中国一部分来思考，这些关键大家都没有提的这一点。因为为什么？因为台港关系是什么关系？台港不是两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关系哦，是两个中国框架底下的两个地区的关系哦。好，你们两个签，啊，为什么我大陆地区不算？我当然要拆开，对，你们两个签完，啊，为什么我们不是大中华三个地区？对，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才把它牵扯进来嘛，哦，所以。你只要他通过了，他单方面你台湾人就可以被抓了，你根本也不需要你同意。而且重点是，那台湾你通过了这个条例，台湾可以引渡一个在台湾犯案逃亡到香港的人吗？也没有啊。所以你跟原来你说有香港人在台湾杀了香港人有什么关系？完全是丝毫都没有关系啊，是一点点都没有关系啊。他借你发挥，啊，就这个是蛮扯的。所以一旦修例成功呢，一国两制那就走入历史了，因为都没有了，香港司法独立都没有了。那我这边这个就刚提过了，那个什么叛变啊，善化他人危害种族啦，啊，所以你讲一些真什么支拿人，你讲支拿人可能就犯罪了。OK， 你用支拿两个字，哦，大家有知道吗？那个我们香港有议员就用支拿这两个字嘛，结果铺天盖地被那个香港的亲共媒体穷追猛打。哎，支拿是被认为是侮辱中国人嘛，但其实我在另外一篇文章有讲过了，支拿人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地域的名词多于政治的名词。支那是指东亚大陆这块地方，那现在大家不用支那这一个词之后，有一个帮助了中国大一统思想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名词是形容这块地方的。中国同时包含了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地域性的含义，一个就是政治的含义，国家就是中国啊，另外一个所谓中国就是那个地域。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一直说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什么意思？那个中国什么意思？叫中国的地域的名词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支那这个词，等于是很简单。我们现在讲欧盟跟欧洲不一样啊。欧盟跟欧洲，对不对？
欧洲有一个地域的名词嘛，欧盟是政治的联合体啊，欧盟不等同欧洲啊。好了，你现在没有知脑，惨了。你讲到中国啊，中国就是又是地域又是，所以你就简单来说，你接受这个做法这个说法，你就变相的帮助他洗脑跟灌输这个大中国主义，因为那个紧密扣在一起，就你不能想象支那土地上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了嘛，你只能一个中国了嘛，因为中国等于中国，中国等于支那，支那不能用，所以中国等于中国，所以你中国就是统一的，就这样子。这个有空，我未来万一我有命把书写完，再跟大家讲。然后一国两制白皮书2014年是正式的宣告一国两制就是死亡，因为当时他已经宣布一国高于两制啊，所以基本上你就要听话啊。然后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啊？香港你不听话的，或者你不听话的，你跟不听话的人有任何的关联的，你都成为港独。比如说，真正的港独派就在那好笑，那些像黄之锋，黄之锋不支持港独，黄之锋自称为中国人，他只支持自决，就是香港前途香港人决定。那你可以同意啊，统一也可以是一个选项嘛。但是因为港独也是一个选项，所以北京就顺便说你是港独，因为你不听话。好，戴耀廷，戴耀廷更扯，你戴耀廷战中三子的戴耀廷，他明明是大中华的，你把他变成港独，因为他谈论港独，在台湾谈论港独。最近郭文贵大家知道吗？中国富豪，有听过郭文贵的举手一下。郭文贵，啊，有听过吗？没有，没有，你要去听。没有听过的朋友，鼓励大家听一下。他是在中国黑手底下硕果仅存的非常重要的反共者，单挑中国共产党。郭文贵，文章的文，富贵的贵啊，看一下。你不一定要相信他讲的话，当他讲完就爆料，他拿出证据的那一些。都是真的。据他说啊，这个他说了啊，影射啊林志玲等等，也有卖身的这些的说法，他、啊、没有证据啊。啊，林志玲当然也是否认了、啊，我也很伤心啊，一个女神怎么会啊，怎么就被中国这些高官糟蹋呢？我也蛮伤心的一段时间。这个你可以不相信啊，不过他之所以知道那么多的港台的统战，是因为第一个他本身有在帮忙他们做事，过去他是他们 inside 的，然后他跟前公安部的副部长非常熟悉，也有非常他说有非常多的资料。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市政，所以大家对郭台铭啊、什么韩国瑜啊，他都非常清楚他们都在干嘛，过去都在干嘛。啊，这个题外话，但是重点是因为郭文贵跟香港一个港独派叫梁颂恒，梁颂恒当时就是拿了一个香港不是中国那个旗子去宣誓嘛，结果被取消资格的那个梁颂恒，他跟他用视讯连线。在反送中的长河里面连线，啊，然后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啊，然后就说哎，我支持你们这样子，他就被认为他是港独 ，OK。但是你如果有注意，郭文贵是非常大中国的，啊，他只是认为要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啊，而已，啊，所以他至少表面上或过去那言论都没有要支持港独。那至于他自己心里面怎么想啊，这个
不晓得，当然记少。反正你只要，而且他这个事件之后，郭文贵在北京的盘古大观，价值74亿，他的房地产就被拍卖了，就是因为他们找到理由，你就是叛国贼，你就是支持港独，你再这样下去啊，我干脆把你的东西就把它卖拍卖掉，居然也拍卖了，准备要拍卖了，用十分之一的价钱拍卖。好，这个大家可以多听听啊，郭文贵，如果不认识郭文贵的话，你认识郭，听到郭文贵听多一点，我听了两年了，就觉得越来越悲观了。他是很乐观的，他觉得共产党会倒，他会觉得他会让共产党倒，但是我是觉得真的坦白讲没那么乐观了。好，但呢好，后来在香港呢，中联办、港澳办都支持嘛，然后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嘛，等等。然后，那所以他没有要辞职，他也没有要为镇压负责，他也没有放弃对背部的做一个追溯，他也没有提供到底有没有中国公安跟武警在香港冒充港警执法的情形的一个说明。因为那个冒充港警，他有很多人拍到怪怪的东西，一方面他也没有那个号码，然后很多穿的那个防暴警服之后，他的鞋子不是香港他穿的那种靴子，他是那种运动鞋啊，或者类似布鞋，反正中国军警有时候穿的那种，他不是很正式的那种。但那个照片，大家可以说啊，你假的或者什么，但是还有他们军警哈、镇压完还在这个那边拍照吗？你香港警察镇压完，你会在那边拍照留念吗？你觉得呢？如果你真的香港警察，你打完香港那些抗议者之后要走了，啊，你要在那边拍照留念吗？常理来说是不会吧？对，所以大家都会质疑那些是中国的，杀红了眼的在那边打，香港的警察真的坏到那个地步吗？忍心这样杀红眼的在那边打吗？所以有人就质疑那个是中国军警在跨警啊执法，等于是你之前你镇压六四天安门的那些什么，是很远派来的年轻的军人嘛？他不是住北京的军区的军人，他是很远调来的，一样啊。他们告诉那些军警说啊，那些暴乱暴徒啊，我们要去杀，怎么杀啊？所以不是北京的军方解放军去镇压六四的，是外面的解放军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做法，那么简单嘛？对，他不会找香港的军警在最前线去打，这有合理的怀疑，对，那个做法这样的话是很一致的、对，没有违背他们做法做事的方式嘛。好，那我这边呢就大概用一些理论啊，大概讲一讲啊。那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就过去大陆就从2012年开始呢，就这个越来越明显，那个所谓的集体行动带出的那些政治抗争啊。那过去啊，在西方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我们这些抗争都是集体行动嘛。啊，传统的理论都会说啊，你现在是有病，反社会人格啊，就你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心理有问题，不能接受自己是 loser， 而是反社会啊。所以，这种怨恨导致了这些 loser 呢走在一起，然后就上街啦，去抗议那个抗议那个啊。后来呢，有一个所谓政治过程论，它强调的不是个人的那种心理状态的结合，它是强调这个是非这个集体行动
大部分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而且都是要对这个政治体制那个来有挑战，所以他们提出那个所谓政体的模型啊。啊，政体的模型简单来说，它要解释这个所谓参与者这个集体行动。那在里面呢，他就提到呢，哈，政体模型有个特别的地方，他就认为说，抗争，我们一般意义上来说，抗争都是体制外的嘛，对不对？体制外针对体制内的去抗争嘛。那这个政体模型，它是认为呢，体制内的跟体制外的有合作的空间。那举例好了哈，这可能如果太抽象的话，如果大家有大概了解一下反服贸，有几个人有在参与过反服贸？好几年前，反服贸有吗？没有，这边都没有。啊，反服贸的时候占领了立法院的之后，民进党的委员呢轮流在那个立法院大厅的门口帮忙做把守，就隔开警察跟示威，这个是这个抗争占领立法他们都在里面。那体制内，因为当时民进党的少数。所以但是他当时其实就是在体制内尝试去反对这个服贸，但是没办法。那外面的占领立法他们就想到一些方式，哎，干脆我们去占领，啊，结果给他们成功占领。当时我是在南部，因为我当天看到他们，317的时候抗争，只有少猫几只坐在那个群前牛，我都觉得不行，我要想其他的行动。那我想，我一定要想到一些其他行动，然后就回来南部，啊，结果他们就占领，啊，占领我就上去。那所以在。体制内的当时少数党民进党，然后体制外就是那些所谓激进分子啊，要占领立法院，因所谓被认为是激进分子。那有趣的是，当大家知道那个反服贸、服贸的可能影响了之后，大概有六成，我没有记错了，大概六成左右的民众是支持占领。OK。那是蛮有趣的哈，就是哎，你做那种那么激烈的行为，那、啊、还有那么多人。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哈，支持度慢慢下降，啊，而且因为政府不退嘛，像现在一样嘛，没有撤回啊。福茂现在自己躺在立法院，大家知道吗？没有退回，连退回时间都没有，就躺在立法院。而且坦白讲，躺在立法院，严格来说，他只要出了委员会，他就剩下了，他不需要经过什么二读三读，大家知道吗？所以当时，应该是说他严格来说，你不审就过了，啊，这个很有趣的条例哦。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漏洞，就是你不审他就过了。只是那个时候张庆忠他就拿去审，他结果就被反对反抗。那刚刚有趣的是那个题外话的，当时张庆忠这个抽屉里面占领立法院的嘛，打开他的抽屉，全部都是中国人的名片，他就觉得哦，这个人一天到晚都在跑中国，这个卖台人。这个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抽屉会被这个占领立法院的人打开嘛？所以一片就放满了这个抽屉。啊，这题外话。好，那一般来说，为什么后来张宜桦他们也去镇压嘛？因为其实，在这些抗争的过程中呢，因为政府有公权力。他有警察，他有军队，所以
其实民众对于政府来说是螳臂挡车啊，如果他真的要增加你的话，所以一般后来很多人都觉得说是暴力抗争啊，如果作为长期性的做法，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可能只会有恶性循环。OK， 所以后来就会用那个所谓非暴力抗争的形式。那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呢？就是希望用这个非暴力抗争呢来对抗这个，你有警察嘛？你要打我嘛？好，就给你打，我不管什么。来凸显你去抗议的这个体制跟法规的荒谬性。OK， 那所以非暴力抗争被认为是更有可能传达抗争背后的价值跟意义或目的。OK。因为你如果我不爽，我去砸店，我去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失教啦。谁然后大家都觉得你在砸店而已，他没有去再关注你到底为什么要砸个店啊？对，所以我干脆能坐着，或者我在一个集会里面，我就不离开或怎么样，他就等你来驱散驱离啊。好，那在抗争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有方有所谓的手段啊，网络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大家也很清楚啊。这像茉莉花革命一样，等等也好，这都跟网络媒体这个社群媒体有关系啊。那香港呢，这一次啊，那我去跟大家讲一下，他们有一个港版的 PTT， 大家 PTT 知道吗？有香港就是台湾 PTT 嘛，港版 PTT 那叫林登。连登的前身的高登，好像雨伞运动的时候，高登的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其实高登后来那个 CEO 被认为被发现，就认为发现他跟北京的友好人士啊过从甚密啊，所以后来大家都不用高登了，其他有人那就出来创办了连登。连登在最近的这一次非常重要，就是几乎主导了整个运动的这个发展，因为网络讯息啊，我们几点开始什么，然后他就配合民政或一些民间团体，就发起很多的这个就是运动或宣传。那另外一个通讯软体，大家听过 Telegram， 那因为它的隐秘性比较高。所以你打抗争的很多都用 Telegram。 那简单说，他如果他有很多的设计是可以让这个警察没办法破解或者说那个讯息会隔一段时间就不见了就消失了。然后他的有类似 LINE 的群组，大家 LINE 群组知道吗？那 LINE 的群组是你知道谁有在群组里，然后谁发布相关的讯息，那个 channel 里面呢是没有的。那个 channel 里面呢 ，Telegram 里面的 channel 呢，是你有一群，但是是单向的，他不知道谁有在看，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人啊。另外就是苹果的 AirDrop 就是在九公尺范围内的用途呢来传，就是你开放的接受了之后，他就接受到你。所以他们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来去做。那些警察据说对 Telegram 也没办法很有效的去突破来去得到他们那个相关的讯息。那这些非暴力抗争呢，在之前塞维亚这个推翻那个米洛塞维奇的时候呢，就用了很多的这种方式，包括说服警察啊等等。那非暴力抗争强调的当然就是反对用流血的方式或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政府或推翻一个法案。
那但是他们要认为呢，非暴力是一种更强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呢？像那个金恩博士啊 ，Martin Luther King， 他有提过，他们非暴力运动的主张者呢，他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或非暴力，它不只是一种手段，抗争的手段，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OK， 但非暴力不代表是愚蠢的和平主义者，不是这个意思。OK， 也不是那个懦弱的表达。啊，那马丁·路德·金就认为说，哎，对于这些真诚的非暴力抗争者，非暴力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但是如果你不是以这种生活态度来参加我们的，没有关系。如果你只是说啊，这阶段我用非暴力。可以了，我暂时也不想用暴力，就拳击的想法也 OK， 那认为，因为你会体验到非暴力抗争它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当然后来金恩博士也被暗杀了。那非暴力抗争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非暴力的申诉跟示威，包括发声明啊、集会游行。这个在香港也看到，就是，发声明，还有619、616集会游行。那另外的不合作，不合作经济杯葛，经济杯葛呢是杯葛一些支持政府的人士或商家，啊，像这次有个题外话。某一个饮食集团啊，他们因为有员工跟脸书管理员，他们讽刺香港警察，所以把他 fire 掉。啊，这个事情后来闹到就是因为林登就呼吁他杯葛那一家食肆啊，这个连锁的食品，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哪一家的话，会后我再跟大家讲。那一家店最重要是因为他们的 CEO 呢，就是中国的人大政协，所以他就开除了那些员工。所以这个香港很多连登他们的呼吁，他们不要去。那香港在我忘记是610还是611吧，有曾经罢工、罢课、罢市吧，还有432家店响应，啊，前香港小姐谭小环，她的那个店啊，大概有6-7家分店嘛，也是做饮食的，她也有响应，她比较有名。那另外第三种的非暴力干预，那就是用扰乱秩序的方式来去做抗争，包括这一次的话，他们有瘫痪地铁，其中一个站，捷运嘛，有些你瘫痪捷运，台北车站2小时这样子，他们用这种方式。那自己台湾也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啦，啊，比如说包括官场工人啊，跳到台北车站路轨下面，啊，其实就要瘫痪，就不让你发车嘛，啊，类似那种，啊，它也算是一种非暴力抗争。那香港那个过去那个非暴力抗争呢，这个有蛮多的这个新鲜的地方。因为香港的集会游行法，被告集结的罪名很容易就被告，只要警方认为你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可以非法集结。所以他们呢，在雨伞革命之后呢，他们为了瘫痪某一些地方，他们就
发明了一个叫购物行动，购物，购物的意思是香港人讽刺那些中国人说不清香港话，然后讲购物购物，就是购物嘛，就是模仿他们讲的一个话，所以购物的意思是这样子。那购物行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旺角，因为上次去旺角占领，你后来去打我们，然后我们在一群人在那边购物，很大票人也没有很多了，大概两三百人一起这样子，我们一起购物，我有去过，还蛮有趣的，就爽一爽啦，因为你失败了嘛，就想革命对不对？最终大家不鸟你嘛，发泄一下，大家就购物一下嘛，然后就跟他们走。后来演变成光复行动，光复行动就是因为香港的水货客，就是在香港买奶粉啊，买养乐多，香港不叫养乐多，叫益乐多啊，益利多是一样的东西。你看益利多，你知道吗？竟然有人在香港买益利多回中国，等于是你在台湾买养乐多到中国一样，养乐多都当成生活必需品了。那边走私或者用水货的方式来赚钱。等于是你养乐多这边可能十块一瓶，你到那边可以卖二十块的意思啊，因为他不相信中国里面做的奶粉跟养乐多嘛，养乐多就是台湾叫酸菌的那种 ，OK， 那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叫法，香港叫益利多啊，所以就买那个化妆品啦、奶粉啦，就印上去啊，这个贩卖。来牟利嘛，就很多在那个上水啊、沙田啊，所以他们最近抗争的时候，就跑到上水跟沙田去抗议，就顺便就学当年的光复行动一样，因为你都被那些中国人跟一些香港参与的人占据了嘛，拖着那个行李箱里面都是奶粉啊，然后到处横冲乱撞啊，就这边。我也看过啊，真的是蛮多的，他们的光复啊，就是等于是不欢迎他们的对人，表达那个不欢迎的。然后重点是很多那些店啊，其实都是解放军的，就卖奶粉的东西。啊，不过更有趣的是团门就是新界的西部。屯门呢，因为它新的市镇嘛，早期很早以前开始在做中国大妈在那边跳舞，就很干扰当地的居民。那以前是没有什么借口啊，这一次他们跑去屯门去反大妈，顺便宣传反送中，所以大妈也吓了一跳，怎么大老远跑到屯？很远的团门的话，你还要坐四十几分钟车吧，不止耶，还要转车，应该一个小时多。另外还有就是老人家游行，好几千个老人家游行，这个又很傻眼，因为过去我们老人家都不认为是政治派用来利用去投票的，因为香港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老人家投票率比年轻人要高。所以因为他每一次投票，他都一车一车游览车到老人院去载他们去投票，然后那个护士或者那个老人院里面的那些小姐姑娘，那个护士就会看护，就是把号码写在他们手上，他进去之后，他就按照那个号码投票。所以香港是老人家的投票率异常的高，就一般我们认为老人家都是都是很蠢的啦，被鱼蒙蔽啦，为了贪小便宜啦，过年过节送这个种子啦、月饼啦，就好投票的时候都听话投票，结果有几千个老人家出来游行，吓到我觉得应该民政也觉得很压抑，怎么可？很热耶，那几天我妈跟我讲34度耶，香港比台南都要热很多。
可能台风来的缘故嘛，你没有到香港，结果这附近地方都是很热的嘛，哦，大家应该很了解。然后还有绝食，他们有一票人，啊，包括很多老人家也绝食了12天，啊，7月15号的流行游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沙田那一次，沙田那一次呢，后来发生了咬断警察手指的事件，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注意？啊，据说原因是因为他好像有片子拍到了，据说是他警察用手指来。可能伤及他的眼睛，就擦他眼睛，准备了。所以他反抗的过程中，我 whatever 就反抗嘛，咬他手指，啊，无情力一咬就断了，太脆弱了，没有练那个铁砂掌。这以后香港警察要去少林去学一下他们那个武功，练一下啊，这个体固伤啊，刀枪不入，手指也不会被咬断的。好，那一次要讲的是，他们被认为，比如说像立法会占领立法会那天也是，他们认为为什么立法会那么容易进去？就以前你根本进不去的，你只要里面要警察，你不可能，连打破玻璃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当天就进去了，啊，他们让他们进去闹，那让他们造成了媒体的反效果，啊，这些阴谋论啊，就是警察特别放他们进去。因为他们警察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全部撤退，你明明叫他们要进来的时候，你台湾立法会也，台湾立法院也没有啊，警察真的有想要去把你们把那边抓出来的，结果只是那几个门被堵住进不去而已啊。结果警察全部退了，然后啊里面就那边就跑进去，然后涂鸦啊什么之类的，挂了英国旗啊之类的。啊，这个被认为是港警的一个阴谋。那那个阴谋背后，他会解释说，他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让警察撤退？哦，他说因为怀疑示威者丢那个有毒的物体给他们，有毒的那个泡沫哦或粉末，他用这个作为理由说，哎，说我们要撤退，怕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粉。找这个理由来，是的。问题是，如果你们真的不让他们进来，他们怎么可以进来跟你们去那个泼那个粉末？不可能！你敲打那个玻璃有一段时间了，如果大家看片子的话，而我们警察真的要处理，要当然可以处理啊，怎么可能处理？而沙田的那一次就认为，因为游行完毕了之后，他们封了很多路。结果封了，其实导向把示威者导进去一个商场里面，然后没路走，只能经过这个商场到捷运站，到地铁。结果反正瓮中捉鳖就对了，把你们全部导到里面去之后，就说啊，商场就说有人来那边抗议示威，就是报警啊，警察在那边抓人，所以才会产生后来在商场里面大规模的冲突，还要咬断手指那个事件。好，这个甘地哈，甘地有提过了啊。你们说啊，我儿子单单在那边坐着，被暴力是个懦弱的一个表现啊。他们认为呢，没有，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懦弱，反而是更具有更高的这个道德，这个站那个道德的高地。然后他们是反而认为呢，用非暴力的起了更大的作用，因为非暴力就是。我接受你那个不公不义的法律的这制裁，我甘愿承受，但是为了我的理想，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那当然最激进的非暴力抗争者以史明志嘛，啊，那个看一下，这边有附图。这个是第一个自杀的，他也不是完全自杀，是准备自杀的时候，这个人，后来是因为警察要把他拉回去之后，他不愿意，结果就掉下去，就死了。啊，那这个是他拉的布条，啊 ，OK，
Help Hong Kong。 那这个时候呢，跳楼自杀的另外一个学生，他的那个用红色的笔写在那个跳楼地方的墙壁的上面，把那几个诉求。他那个自杀之后才有200万的奖金，结果他真的只有200万。那是之后的吗？200万已经出来了，才有这个事。啊，对对对，sorry，是第一个，因为第一个是200万加一啊，对，所以是那一个死了之后200万加一，后来怎么好？再来是另外一位了，就是这个也蛮沉痛的啊，就他们用这个年轻人的绝望啊，其实香港为什么那么绝望啊？是很多因素的、啊，年轻人。这个有空再大家分享，或者说找一些真的年轻人跟大家去分享香港的状况。好，这个是他们几个的遗书啊。好，那这个是一个2008年做的一个研究，他的发现呢，从那个二十世纪哦，不包括21世纪啊、哦，323起。争取自治后摆脱独裁统治，包括去殖民地的那种抗争啊，达到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达到53%，然后暴力抗争的成功率只有26%，啊，那个是他们一个研究的发现，好，所以是真的比较有效。那当然从这个表面的数据来看是。那居到了20世纪，可能就更高了，因为我们想象得到的很多几乎都是非暴力的啊，比较多，或者有一些有暴力，这都很难区分嘛。但是你一开始开宗明义是非暴力的啊，调成功的也是有一些了，当然有失败的，像香港啊那个战中。九指啊，战争九指就都被判有罪，大妖庭也坐牢了。他们其实还蛮冤枉的，我觉得。战中九指为什么是战中九指？原因是因为金钟发生了占领之后呢，他们就设了一个台，他本来就有了一个台啊，叫大台。所以大台就是号召民众，哎，你们要怎么做啊？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哪里来？就调动的那种啊，故意。那天占领了之后，那9个人呢，就分别都要上台讲话。所以你讲话的人，那不就是你们的？你们拿着麦克风，好，就是你们的。因为你要找个理由嘛，对不对？你要找个说法，为什么要抓这些人啊？啊，他们，你要找一些。替罪高也不是替罪高，拿些罪魁祸首的话，你要找一个理由说法，哦，他们站在那台上面。但是战中是没有开始过，啊，大耀庭他们是民众开始占领金钟了，他们才宣布我们占领中环行动开始，结果根本不是中环啊，哦，所以他们后来有被批评啊，被年轻人批评说你骑。集结年轻人的那个占领运动，想要做利益的，啊，那他们占来占去，占了半天都没有要占领中环啊，然后在9月初就宣布失败了，啊，占领中环这个计划失败，都没有开始的失败，啊，所以后来大家就觉得不爽。重点是他们占领金钟讲话了，讲了没多久，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啊，下午宣布嘛。结果隔天的晚不是隔天，当天的晚上凌晨，因为民众太多了，怕出事了，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占领结束了，大家回家。所以他从来都没有什么要占领啊，坦白讲，他只看形势，哎，觉得不对劲了啊，就不要占领，啊，觉得哎，这个大家又来了，我要占领，
所以大家觉得既对战中三子他们当时大家是人有很多本土派是很多意见，当然现在讲这些没有意义啦，因为现在同中一条船还是比较团结比较好。所以当时本土派跟泛民跟所谓左交，左交就是合理非非那个合理非暴力，本土派跟独派的支持要勇武抗争，要用暴，可以用有限的暴力，所以泛民呢是真诚的非暴力抗争，他们认为呢只有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家的想象不一样，所以怎么抗争，所以那个时候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后来雨伞为什么后来又散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人又要勇武，人家要占领，所以后来就没有，大家政府看到你们去那那骂来骂去，好，你们去骂，拖了十几天，你们没力啦，对，一直在那个金钟没洗澡，那受得了吗？对不对？这一次就很特别，这一次呢，几乎我都没看到大家在骂来骂去。你要和平的，好，你就跟民政去跟100万、200万人下午走完，走到晚上结束了，你要回去就回去。啊，留下来的你要抗争，你要哪里有物啊，你就去包围哪里，包围哪里什么的。啊，结果要被打，要被喷那个胡椒水，要被怎么样啊？没差啊，你们就去。所以这个跟我以前我有讲过，就是说你大家不用再批评来批评去，就是你能够思考你能承担的风险跟你的责任，你知道很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愿意承担那个后果你就做。所以我不是一个非暴力抗争者的信徒，但是我要讲这个原因是因为非暴力抗争真的是有它的这个说服力在，而且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几乎都是非暴力抗争的，已经暴力抗争你真的只会造成反效果。所以在美国像我接下来要讲的罗伊斯当然他们都是支持非暴力抗争嘛，所以他们把公民不服从定义成用非暴力抗争的行为，那其中有六个特性，一个人违法，那他一定是违法的，所以像戴耀廷他们说我明明知道违法，我占领中华我知道是违法，但是我就要鼓吹，但是你要非和平，你要非暴力，然后政治性的，那一定是政治主张的，另外稳定性这个有趣了，就是他不是要推翻整个政体，他反而是维护这个政体的稳定性，所以他们会强调说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都完全尊重这个宪法，我们没有要推翻它，我们是不爽的是某一些政府，比如说越战反战的一大规模的年轻人，1960年代后期包括民权运动包括到反越战，那五六年或四五年是美国整个风起云涌的状况，罗伊斯就是在那几年写的，就这个激发他写的很多东西。罗伊斯基本上他的整个理论都是跟当时美国完全是扣在一起，虽然他写的很哲学，但他这一种方式你接下来你去好好的分析，他说当时的环境是一模一样，不是一模一样，是回应在回应当时的环境，包括他的那个正义论里面的那些正义原则基本上就是用来合理化这个民权运动。好，那最后一点就是出于这个良知，也就是你真心相信你现在所做的是符合你的良心。OK， 看一下是对。好，所以我们讲了香港，我们大概其实也有蛮多类似的，就台湾的部分。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了，我除了国光石化之外我就有出席过，大埔我也有很深的参与，在那边大概有
两三次吧，是过夜留守，因为他随时会拆啊，他随时那个怪手一来就拆，所以我们就通宵过夜的留守。结果说回去香港的那一天之后，隔天就被拆了，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但不是因为我回去睡被拆，是他调虎离山，把人都，人家上去台北抗议的时候，他刘振宏就突然间吐血。真的很贼，就非常贼，他就去拆了那个战药房。但现在，小英政府是把它是重新盖了，要重新盖回来了。啊，但现在这些的土地征收没有停过，啊，在包括在台南铁路东移啊等等，我有参与。那这些呢？哈，其实。为什么后来会有那种说白色力量的出来？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那种传统政党的政治，还有这些标签，他们都会操作那个什么啊蓝绿要烂啊等等，然后跳脱原来这种政治过程，他用体制外的方式，这种运动的手法来去做一个冲击。那即便有一些呢没有达到这个诉求，像文林院后来也拆了，因为里面然后内讧还是怎么样，我也有去过一两次。那国光石化的成功啊，他反复冒死没有成功啊，在那边耗在那边了，暂时挡下了。那大埔是因为政党轮替了之后才有办法翻案。啊，洪仲丘当然是成功，也成功造就了，某意义上算成功了，但是其实军方国防部还是那个国防部嘛，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改善。那、香港呢，其实回到香港，其实已经陷入一个无可退的境地。然后要讲一下，大家觉得说啊，香港是不是很厉害？这个200万人。前面啊，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去造就的。然后跟大家讲，台湾的公民社会其实是蛮弱，哎，不是，香港公民社会是还蛮脆弱，就是很多的这些 NGO 规模都非常小，大家也不太关心。这次为什么能有那么大？是因为这个法案实在太离谱，因为每个人都在围墙底下，随时都会被波及，所以才会很大。那反而是台湾通过那么多年慢慢啊，孕育出一个比较强的公民社会。但是台湾公民社会一个很大的困境，我觉得至少就是台湾人呢没有，就是公民意识没有很强，他们只有一种追求心安的付出的意识。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捐钱给很多宗教团体。宗教团体是吸收了大部分 NGO 的捐款，我不点名了。那些很多其实都是国民党当时扶植出来的，为了社会稳定扶植出来的这些宗教的财阀，我形容为财阀。啊，他们是真的算，当然他们是利用宗教啊，他们纯粹敛财，我不能讲。但真正练很多人是练财的，很明显。但是有一些表面上不练财的，但是他影响力很大。其实都是，啊、哦，比如说我可以点名的是旗帜，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旗帜的朋友，如果得罪的话，请原谅。那天我正参与过，他们在，哎，他们在哪里准备要盖一个志工中心啊？不是，在北台北的内湖，哎哈，内湖吗？是内湖吗？不是，不是，现在没有盖，内湖对不对？啊，反正那个米果住的地方嘛，内湖的哎，啊对，那个谁，那个议员不是高嘉瑜是不是？高嘉瑜的选区的，内湖吗？哎，内湖。他要在那个保护区
环境保护区盖一个自动中心，而且规避这个环评。那有注意那个保护区，其实它已经有建筑在那边了，所以他们要砍伐一大片的那个树还是怎么样，它会影响到这个水，可能会没办法疏通的，对，会引发内湖的淹水，居民的担忧，这个去抗争。好，当然他们执意我要盖，对，就是盖。那当然，其次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大家可以去参考，去看看，自己去判断。但是单凭这个，我觉得你不是做气功中心什么，是就是做很多环保嘛，对不对？你做很多废物回收啊，废那个，对不对？哦，这个我不想再评论，大家可以多多关心啊。就他们在一些灾区的时候的作为，你可以去自己评估啊。就当人家在救灾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念经的那种做法啊，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思考。嗯，好，所以但是重点是说，像很多真正做很多事情的，比如说人权很多的组织啊，环境组织啊，他们的经济来源都很有限，那大部分的钱都捐给很多些宗教的财阀，所以如果要改变台湾的就是公民社会，要把他们健全化的话，其实要改变这个生态，或要改变很难。用缴税啊，规避税。对，这个太多了，以宗教名义可以做很多事情。好了，现在就是不是刚提到智商吗？这个跟图婆啊，我们所说的师藏争那个僧侣智粉是很类似的。他为了要表达不满，情愿牺牲自己。当然，僧侣智粉他们是有他们宗教的意涵在里面。香港那几个案例，当然并没有宗教意涵，纯粹就是这个抗争。但是这一种的方式，我真的是没想到会在香港发生了。坦白讲，你再严重的，你不用自杀啊。虽然反服贸的时候我也想过自杀，我跟林非凡说不能给服贸过，因为服贸等于香港的心盘，你只要过了，你整个经济就套在中国里面，你一定死的。等于是经济就影响到政治，你想看看服贸过了就等于什么，就是金融业就落在中国的手里，你只要掌控了金融业，你的金主的金流，你选个屁啊！你民进党，你的金主的金流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我用各种方式，对不对？很简单，你心里想就知道嘛。你要借钱，哎，你的今年的业绩可能不是很好，哎，有衰退的现象，我们利息可能要高一点，类似啊。当然这个只是我猜想。像苹果很简单啊，苹果在香港是没有广告了，很多一周看为什么慢慢就没广告，因为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们所有这些相关的都不能下广告嘛。所以后来连汇丰、渣打银行那些英资的银行或港资的都不敢在一周刊下广告呢。或者他们负责广告业务的都是中国影响的人，他都不下啊。我反正我 budget 就那么多，我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所以广告业也有沦陷，物流业也有沦陷。好，但是最恐怖的是什么？最恐怖的是，好，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啊。我跟你讲，严仗是在2005年，林爷爷去了中国之后，林共治台这个大方针的定调。就是国民党正式跟共产党合作 ，OK？ 我们之前不是听很多国共合作吗？这个就是第三次国共合作啊。因为陈水扁
选啊，林政不爽啊，对不对？我反正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当了副总统啊，也听你的理论会讲那么多啊，结果好像感觉被骗了，他骗了一次又再骗一次，对不对？啊，原本跟宋楚瑜分开选啊，输了，啊，结果合在一起选也输了，对不对？你如果是他，坦白讲我也理解了。用半山分派的这样，公然可耻。一个三百一十身价的博士，林家怎么会有三百亿？哪里赚？好，马英九上台之后，他就仿效香港的新法，制造了 F 法，福茂就是 F 法底下的一个部分。所以中国把台湾当成是自己地方来去管理规划，所以，这边没有讲啊，在2013年的时候，《旺报》就报道，国务院已经通过了一个好像跨海大桥还是什么海底隧道，从福建一条到高雄，一条到台北。结果今天看新闻，啊，今天要讲完，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意思是说隔壁的邻居准备要盖一条水管到你家，结果没有问你，他就说我通过我要盖，你家里有什么问题？那所以，老板，台湾。放进了这个所谓大中华经济圈，那就很难翻身了。OK， 好，不过恐怖的事情就是，从马英九上台之后呢，蔡英文入主了中时中天，到了近年，我们打福茂嘛，打了半天，结果中资背景的虾皮，虾皮背后就是腾讯。新加坡的公司就腾讯的啊，你看不讲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好，虾皮为什么可以用恶性竞争啊？腾讯背后就是红二代啊，张泽民啊。然后腾讯，我跟大家讲，腾讯我在香港观察很有趣，香港股市不是起止一天上上下下几百点，上几百点下几百点那样。他们上下棋手一天都不知道赚多少钱，他们怎么控制香港的股市跟期货？就是腾讯，腾讯是香港市值最高的公司，结果他一天可以把它弄上去，要弄下来，要弄上去，弄了两三轮，就他们自己在玩啊，在控制这个棋子啊，你不是内里面的人就被他耍到团团转吗？OK， 好，下笔进来啊？怎么进得来？你就问一下现在政府好了。或更夸张的是，这个更让我非常沮丧的是，这个 case 就是俞平海，大家有听过俞平海？有听过举手一下。好，我访问一下好了，来，请问这位俞平海，俞平海到底是谁？你要买？这里有吗？真假的？因为他这一集被赶上了。来，哇塞，哇，太漂亮了！好，好了，这多维啊。好，这个题目：香港的病因与解药。哇，听起来好像一周刊的。好，那如何读懂北京对香港的支持？支持是挂号的，这个不像亲中媒体做。多维的老板俞平海是什么人？有没有知道？你知道他是创办人吗？俞平海是香港出生的，他三十几岁就入主了民
云豹打败了当时的梅铎，我不知道这什么原因，或者他有什么能耐啊，有那么多的钱或怎么样，我不想去推敲，或者说人家真的很厉害。那重点是他五十岁的时候，在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拿到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呢，重点是，他原来是媒体人，也是拍电影。他拍的电影不算多了，但其中一部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是周润发主演，叫《孔子》。你读完马克思主义学院出来，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你会拍孔子吗？文革的时候把孔家店全部都拆了，他为什么拍？错了。当然，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他们要用儒家来正当化他们的，对不对？要维稳嘛。重点对啊，就是孔子学院扩展正值最蓬勃的时候。孔子学院是什么？很多国家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半间谍的机构了。它以推广中国文化为名，这里面很多被怀疑，其实都是他们特务背景的人在里面，负责做渗透跟受骗的工作。所以很多学校也不愿意再给孔子学院进来。所以他拍了孔子这个片子，所以基本上他做的，他包括不止现在创办的多维，为什么叫多维啊？因为现在民进集团的老板和平，以前他只是在美国一个反表面上反共的媒体多维新闻网的创办人，就讲很多中国狗屁道教的事情，表面上也是很反共。那实际上好像也有反共，但是反正就是俞平海就大笔就收购了这个多维新闻，他也负责海外的大外宣的并购一些华人媒体，所以在美国跟加拿大的或其他西方国家，你的华人媒体以前有一些是国民党挂的，他全部都变了，都收编了，现在只有大纪元系统讲中国坏话，跟唱衰中国，所谓唱衰中国，跟敢去反共。那更有趣的是呢，这个俞平海他不是做媒体吗？他不是投资数位科技吗？他不是拍电影吗？他怎么会走来台湾来入股绿营的杨庆南？为什么叫绿营的杨庆南？因为杨庆南是薛林当时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老公，也是民党中常委，他们的银行，一个是小银行，但是很多民进党大佬或派系的金主，而且是党员的人头到户。好了，我们打了半天永丰金，我2014年去闹场，一个人单挑上面所有管理层举牌，说中国工商银行滚出去，因为当时中国工商银行要收购永丰金啊，意思说福茂过了之后，中国工商银行就可以成功收购永丰金10%的股权，然后。当时他们当天通过了一个案子，就是通过了设立一个副董事长的位置。然后我据我的了解，我有跟他们工会的人联络，他们就之前有跟他们联络，他们说这个副董事长就是为了中国工商银行未来要派一个代表来当副董事长。然后当天就问他何老董，我说何老董，你一个副董事长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有副董事长？你要有副董事长，是不是中国工商银行未来会派出他的代表来当副董事长？啊，如果他进来的时候是他让
是他真的当副董事长吗？还是他在当董事长啊？他说没有没有。那问题是说，当永丰金要说服股东，我们要卖10%，我们卖10%股权给中国共产党，要说服股东赞成吗？好，他要说服你的时候，就说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中国共产银行曾经是500大的第一名哦，全球500大的第一名，你看规模有多大？一个曾经的全球500大的银行，入股的那个小芝麻那个银行小银行，而且是连胜文当董事的永丰金，他派一个人来，他来当你的副董事长。你开什么玩笑？当然是什么东西都他说了算了嘛。对，所以智商矛盾。我讲完这个我就走了。好，挡了永丰金，那后来什么没过嘛？隔了2年，香港的中信集团，他要来台湾收购中国信托银行3.88%的股权。那我跟赖中强律师走去了他们2年的股东会去闹场。所以他们程序不服啊，什么鬼啊，什么鬼、啊？然后告他，拖他，拖到后来呢，结果好死不死，香港那个中国信托，中信集团，啊，这个红二代，红一代，应该是红一代成立的，红一代的后人，红二代成立的，荣毅仁他们王军，跟王军有关的这一挂的，应该是吧？他们被看了。就他们去搞批道道事情被踢爆，不是被台湾踢爆，是被国际上发现。好，所以香港的台湾的金管会，他不可能会通过一个来收购的银行，他有瑕疵，那么重大瑕疵银行，他不会同意那个收购案。虽然那个不需要经过服贸，因为他只要3.88%。所以后来他们退了，去无疾而终，我们就把他挡下来，就是，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挡下来啊，反正就挡下来。结果搞了半天，他找了一个没有上市的阳性银行，没有股东会可以去闹场的阳性银行，安股的人，也不是什么大的中国银行，没有明显的中资背景，但实际上。余平岛的上市公司南海控股，以前是由红二代那个王军他们集团的保利集团的股份的。保利集团大家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不是很多什么马头啦、猴头啦，在圆明园那些猴头什么头，在全世界到处去把那些头标回来的那个集团就是保利集团。所以南海控股背后就是这些保利集团。身影在里面。好，为什么这个可以进来收购台湾的央企？金管会什么通过？重点是，好，金管会现在通过。更扯的是什么？更扯的是，这个余平岛在今年，大家听过双子星吗？朱凯也知道，想要入主主导双子星的就是余平岛。我没想到他真的敢，他真的以为没有台湾人知道，当然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不是我讲你也不知道。最恐怖的地方是台湾人笨到那个地步，有所谓爱台的政党的人配合这些明确是统战的赴海外的白手套进到台湾。收编金字塔顶端的人，要入主台北或台湾大的建案，赚台湾人的钱去做统战。我跟你讲，我永远不会原谅民进党。大前一两个礼拜，民党好死不死找我去讲，香港他们要知道说你反送中了。结果就花了一段时间去骂他们臭头。当时我不知道那个中常委在不在，
我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让阳性银行让余平啊明确的白手套？你说如果他在经营银行呢，我还比较有说服力。他没有啊，本来就不是经营银行的，你没有这个不是巨人的肩膀嘞。他用台湾，他可以借台湾的钱做台湾的建案，再赚回来，再继续滚大，再去收编更多人。你那天真到那个地步，钱真的就可以使得鬼推磨，一亿不够，两亿够不够？两亿不够，五亿够不够？不够，十亿够不够？重点是你愿不愿意拿，只要你愿意。一切好，因为我一定会百倍拿回来，把整个台湾拿回来，我花多少钱，有什么所谓？比我用军队打过来会更好。是为什么一直都说用钱买下台湾更容易？就这个原因，的确是这样的。而且重点是不是用钱买下台湾，是用台湾的钱买下你台湾啊！笨不笨？我想要要讲。那我觉得很失望。我过去一年是我的心情很差，都在打游戏。我想面对一个现实世界，那你努力那么久，结果这种东西被发生了。然后简单说了，如果他在这边人不多了，他至少多一些人知道啊这个真实的现况。那最后了，最后一页了，再讲一下案例啊。那些庙啊、同乡会啊，不用讲了，他在跟香港一模一样的做法啊。你去了解一下很多庙跟很多黑道是挂钩的啊。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也不是朋友了，朋友的朋友聊天，他说啊，黑道没有关系啊，反正台湾很多都是黑道，我说。因为很多议员跟议长、副议长跟黑道，你知道中国最爱受骗的是谁？就是黑道。为什么？因为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黑帮，他有很多小弟，向华强大家有听过吧？向华盛、永盛集团，这周星驰的所有电影都是他发行的，对了啦，赚到盘满钵满。周星驰，你可以想看看一年几部电影当时是他发行的。那个时候真的有人真的是到电影院看的，不是看 DVD， 不是看的，真的到电影院看的，那赚翻了。他是很早以前就投过了。香港东方报业的马家，据说啦，我怕被砍，所以不能讲太多。据说马家本身原来是国民党挂的，他也是被认为是黑道，被认为纯说了，我不知道。然后他当然也是投共的啦，啊，《东方日报》，他不是有个 ON.CC 吗？你要注意 ,tw.on.cc, 东方网还是什么东什么，你查一下，哎，你看见讲不起来。那个就是东方日报挂的，他就是共产党身周边的党员。香港违反中共的就只有剩苹果，其他都被收编了，南华早报也被马云买。好，我现在讲一个，你可以问一下你们里长有没有去过中国，我很好奇，现在到底有没有还可以去。好，他收骗里长，大家以为说他应该是把国民党原来系统里面的这串种子把它抽起来嘛，然后在选举的时候帮忙，对不对？啊，配票啊什么之类的嘛。
他儿子还有一个事例给大家听，真实的事例。我有个朋友在台南，隔壁住了一个里长，那个里长一天到晚都跑中国，而且中国一天到晚都有人来跟他拜会、参访、交流之类的。结果他呢，最近两三年呢，在自己的地装了很多监视器。这个里长私底下自己装很多监视器哦，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犯法。这个灰色地道就是有问题。好，结果他装了，就把所有这些连接器连接接到他的家里。那这个有可能，第一个要问的是，他这些监视器是不是海康威视？最近好像有说台中很多都装了，就是那个，那个军方已经证实，那个很有可能是把影像直接传到中国去。所以军方是绝对禁止运用，就运用这个海康威视的东西。然后市占率竟然好像到3%到5%，全球超夸张的。所以你也想说，一个变态狂，他竟然可以生产监视器，要你去买他的监视器装在你家。好，结果我不知道他是用海康威视，在90%几，应该是吧？你们觉得有可能不是吗？好，即便不是，他那个朋友就问他，就他的那些里面就问他，为什么要装啊？哦，我们为了里面的安全啊，出入平安啊之类的啊。啊，问题警察已经装很多监视器啦、啊，在全台湾很多监视器，你知道吗？台湾监视器比香港要多哎。你是很压抑的，我也蛮压抑的。香港系统好像没很多监视器，还蛮落后的，不够文明。你警察都装那么多监视器，好，结果他这个做法得到了台南警察局的包长包扬赞许，说哦，为李明服务。我就觉得傻眼。当然，我现在讲话的出发点是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是对于亲中国这些人的不信任。你说，哎，你那么复杂，你那么严重，那肯定是做好心啊。当然，如果你这样想，我是能够理解啊，因为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但是我常常说了，你面对中共或跟他有关的信任。绝对要用一个绝对不信任、更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你才不会被骗、被坑。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台商，多少人被骗了多少钱，回来颠颠，觉得很丢脸，也会吭声。但我个人接触里面，私底下讨论、聊天就已经很多了，包括退休的军人、军官。问题很多人被骗完之后还是战争统一中国，哦，我真的无法理解。从几千万到20亿不等，被这样骗，重点不是钱，是你的技术跟你的智慧财产。结果美国现在才发现太晚了，因为他被偷了很多年。所以中共当然不只是这样对待台湾，他的全世界全方位在偷、去抢、去骗，达到他的变态邪恶的目的。但最邪恶的当然就是慢性的把维吾尔族人种族灭绝嘛。在集中在教育营就是啊，他把你全部都验血了，把你身体状况搞得一清二楚。把你灌到教育之后，对不对？到时候有那个订单，哎，看看谁的 match 啊，带走，这个人就不见了。然后呢，希特勒够残忍的吧？毒气室还要脱光光跑到毒气室，动物没有尊严的死，集体的杀人，现在中共厉害，他一个。
很慢很慢的来。对，不要浪费。哇，毒刺是很浪费。哇，那么多人死光光，那边多少钱啊？几千万，你是希特勒白痴啊你？几千万这样的快乐毒刺都不见了。哦，一个一个，哦，肾多少，心多少，肝多少？因为法轮功都杀差不多了嘛，没有货源啊。真的，我就讲真的，法轮功杀了很多了。以前我还觉得法轮功你是啊，用他们跟你敌对，所以你跟他那边栽赃什么的，会不会这样子？对法轮功坦白讲，前面什么也没有什么好感，就这样乖乖，那个同志乖乖。然后来我就发现，哎，中共原来是真的，真的是，真的，因为你无法想象，你对动物，你对猫都不会做的事情，猫狗你都不会做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对人做得出来？一个无神论的人真的很恐怖，无神论的集团，无神论的黑帮，对不对？意大利的黑帮可能好点，那么他们还可能受到天主教影响，要稍微有点良心。俄罗斯也受到东正教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他不会有黑帮，我就是黑帮。真的就是这样子，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啊。当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但是我去观察了那么多年，我为什么现在那么敢言？我反正没超，也没有家庭，我没有儿女，没有太太，我就加入该讲。那今天稍微跟大家分享啊，大概有一些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然后我这样一场亮晶晶，大家可能说啊，你都意识形态挂帅，你要想清楚。一个盲目相信意识形态的人，跟一个经过长期思考、不断过滤、不断累积、形塑出来自己的想法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当然都有意识形态，你没有意识形态，等于是没有思考，你不 care。我每天就吃饭、睡觉、吃喝拉撒，结束一天，你可能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到时候公投的时候，谁先搞核能嘛？没核能，我没电的，然后赞成核能，搞这个核能，现在发电量才10%，根本不需要核能。我跟你讲，成大花了投了一个案，几年的能源型计划，花了几百亿，他们结论就是根本不需要核能。结果最后没有公布的，哎，不跟你公布，就花了几百亿，做人做等于没做，对于他们政治利益不符合嘛？当你说要取舍，当然啦，比如说你这边每一个发电量多一点或怎么样，但是问题是台湾太慢起步了，那个绿了，而且没有一整套的配套，结果就头东一头，脚东一脚。比如说现在在七股台南那边屏东那个地方，沿海，他要插太阳能板，我就反对啊。哎，你插下去，你不管污染或怎么样，我问你好了，你插了太阳能板，你在黑面屏幕，你在天空，你看到一个反光的东西在下面一大堆，你还会再下去吗？你觉得呢？黑面屏幕在台湾停留已经越来越少了，真的有这个统计，我有参加他们的什么说明跟评论，因为七股的。等一下了，七股的这个占率大概是长的20%多，去他们搞定了七股，你愿意插太阳能板的，他就搞定了。结果弄巧成拙的原因是什么？弄巧成拙的原因是他放宽了环评，现在不需要环评，你不需要环评更惨，因为以前大家都习惯有环评，你现在不需要环评。渔民更害怕，那你现在不需要环评，那我怎么知道未来的风险是多少？所以现在无解啊，他就硬推啊，王伟成在那边硬推啊，赖清德的那个后面的在硬推啊，很黑暗，我跟你讲，好了。
是唯一能够限制你的是时间啊。然后啊，我希望能够开放一点时间，就是有一点互动，因为讲两个小时，然后你十点之前一定会被赶出去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互动的可能。好，我就不多说了，就是直接让底下的朋友就说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疑问或者是挑战，或者是如果你顾不到不一样的证据，要直接问文涛也是可以的等等，就是能够有一些互动，可能还是比较好的事情，有吗 ？OK， 有了啊，最后面。首先我要谢谢老师讲，就是老师给我补充很多就是我不知道的历史科普这样，然后我觉得还蛮大开眼界。然后但是以下我提下了几个质疑，然后这个质疑主要分为形式跟内容这两方面提出的质疑。然后在提出质疑之前，我先表示说我不站任何立场，就是我既不是支持，我不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对。然后首先从形式上来说，就是老师前面就最开始也讲说他。非常的讨厌自己被洗脑这件事实，被国民党洗脑这件事实。然后，但是，然后老师在自己的 PPT， 就是那个前面几章有讲到说，把这个法律权直接交给没有法治的中共，就中国，他就觉得说那就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不合法，就是没有法治国家是不是不好的国家？这个是需要认一下一个前提。然后，如果认下的前提的话，就是说，不合法，就是没有法治国家是不好的国家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 PPT 里面已经，的前提就是说，中共就是不好的，对。然后，什么叫洗脑呢？洗脑就是说，他在告诉你这个结论之前，他不会告诉你任何关于这个结论的论证，这就是洗脑。他不会给你任何的论证的过程，他不会给你任何的资料，然后就只是用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跟你讲说，这个是对，这个是错。然后这个是我理解的洗脑，当然也有不同理解也可以跟我一起，就是跟我一起交流，然后讨论出一个结果。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呢，老师在这个讲座里面的时候，他的做法就是做法，其实跟我认为的洗脑其实没有太本质上的区别，对。然后是形式上的批评，就是我觉得说，作为我们现代人21世纪的人，应该是有一个会自主思考的头脑，所以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把你查到的资料呈现在我面前。然后我会对他进行价值判断跟情绪判断，但是你不应该把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意识形态，对，就是压到就是跟我讲或者怎么样，就是我需要知道只是说一个事实而已，对，然后再来是从内容上来讲，内容上就是说，因为我对这个送中条例有做，就是有个看过一些资料，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个《纽约时报》上面写的说。就是他那个送中里面有一个条例，就是说，立法会有否决权，不是所有触犯该国法律的要求，条例都会承认。然后他现在还说，就只有在香港内，触犯了香港的刑法，并且在香港囚禁7年之后，他才能满足，送到大陆那边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他只有同时触犯了香港法。并且在香港囚禁了7年以上，他才满足这个条件，才能送到中国去。然后我想知道说，在座的各位，如果在占有说反送中这个条例，或者说香港那些居民他们的公民说这反送中的公民，他们有哪些人是具体知道说这个法律在讲这个条件讲什么吗？你们在座有谁知道这一条的吗？就是说占有占有你们的反送中立场的人，你们有人真的去实地调查，或者说反送中在讲什么，就是送中条例在讲什么吗？就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就不应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说我就是反他，因为中国是很黑暗，他就是很那个。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是不应该用一个很情绪化的东西来看这些事情，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前面那个里面还有讲到说，就是说加拿大等国家认为说，这个条例是有侵害，就是每个人的自由的法律和法律权。然后这里还需要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外国所说的权利和自由到底是哪些的权利和自由，哪些人的自由？美国人会给冲击纽约市的人行动自由吗？不会。然后就是说，在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很清晰的定义的界定。就是说，在这里面，就是西方国家当然会支持说反送中，因为
西方国家它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它就需要说分裂我们之间的就是阵营，然后这样才能在各方面的利益上得到一个最大利益最大化。这是我站的观点，就是说，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去尝试去理解说，在这个事件中，中共的立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现实都是合理的，它既然发生，它一定有它的理由。就是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们这样做的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它的利益分析，而不是说给出一个情绪分析。就是说，那中共为什么一直想要说服台湾？这个事情是，你可以说是很简单，也可以说它很复杂。就是他有各种，他当然是要说服台湾，然后他当然要说服香港，因为在关于政治、经济、军事上面，香港跟台湾都具有相当极大的重要。那如果说我不做一个国家的一个首相的话，一个主席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就是尽可能让自己国家的利益得到最大化？那我是不是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要管一，反正我要尽最大的可能性。然后达到我国家的利益最大化，那我是不是要抓对？只是他的手段可能是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对。所以说，我觉得在考虑到两方的事情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在就是作为一个理智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说只在给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然后我们没有必要去指责别人说啊，你就是在你是强盗，你是流氓。那别人可以承认，那我是强盗，你是流氓。OK， 好。您讲了非常非常久，我们大概知道作为提问的话，或者是 comment 的话，大概知道啊。我们先回答，不然我忘记他对他讲。好 ，OK。谢谢。好，第一个我们要回应啊，就是我们要把疫情再强加给你。我刚才也有讲了，一个不经过思考而听信其他人讲话而相信的人。你可以有你这个疫情啊，那你这个疫情它行塑的过程中是很粗糙的，就我刚刚讲完你都不信了。比如刚刚今天来的朋友，很多不一定很关心政治，他讲突然我讲，哦，就变得很反中共，哦，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我也很担心啊，因为你那么容易就听信我，那你隔天可能听了别人，你又听信他了啊。所以重点我应该要讲，你有经过深思熟虑。各方考量长期孕育出来的想法也是一个疫情啊，但这个疫情它是不一样的。 OK， 就我跟你讲，我没有要把我的灌输给大家或洗脑大家，我一直都要强调这一点，所以你刚提的我就比较公平。另外一点就是你觉得刚反松动的内容，第一个内容你说什么七年关了七年，这个不是关了七年，是七年以上刑期，就那个罪名可以判七年以上，那个后来是有改过的 ，OK。那另外一个是，有香港有同样的法规法律啊，那这个内容其实都知道，我没有刻意去掩盖这个，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讲刚里面的内容的罪名，我没有具体说。好，你刚。说了叛变，他为什么把叛变列在里面？反中共的人为什么要列叛变？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那只有中国有叛变这个罪名啊，所以这个就更恐怖。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你刚的说法，好，我未来在香港州立一个跟叛变有关的罪名，不然他这个反中共条例里面列这个干嘛？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无意义嘛，变成是无意义的，就是根本就没意义的一个法，那就更不应该立了。如果他真的立了，你开了这个门，那未来等于就是说，反中共条例里面有这个，我们香港没这个罪名，我们要配合一下，我们就立了，是不是有这样可能？不然就没意义嘛，要么就没意义，要么你就居心叵测。这个合理推论吧，这不是我什么？你刚刚说我情绪的发泄，没有啊，是不是？啊，还有什么？最后有什么问题？等一下看，最后你还有一个，你说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个就是我们国际理论也好，政治理论也好，两个大的理论的争议嘛，现实主义跟理想主义嘛，因为理想主义就会提出一些价值，认为是普世的。另外现实主义就没有，就没有价值，只有我个人的利益最高，我所做的就是应该要把我最大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两个大的理论。
就从来一直都在争论。但重点就是，好，如果你按照这样的说法，美国现在的做法对美国来说很好啊，我现在要，对不对？你敬我一尺，我要敬你一丈，对不对？你骗了我那么久，我是要还你，那你也不能批评美国喽，对不对 ？OK， 你这样相信没关系，那都看谁赢嘛。那我们的看法是，美国在揭发的是他们长期以来这种欺骗、偷窃、淘宝网卖的东西，不就是侵犯版权吗？啊，你说版权不重要啊？那你觉得这样子我也没办法啊。但如果版权不重要，就没有商业社会了。坦白讲，啊，你没有专利，也没有商业社会了。你台上被骗了，活该，你笨。如果完全都没有原则，完全从私利出发，你什么事都跟他相处这样子啊？要今天宣布你，明天不能生产，很多台上的厂就不能再生产。这个《金周刊》讲的。好，那这样对不对？大家去问嘛。那你说啊，你摸摸鼻子，因为你相信中国有稳定的政策跟政策不会随时变。才进去嘛，结果你是被骗，这个不就是被骗吗？这个是被骗嘛，客观上来说就是被骗了嘛，不是这样吗？我没有很情绪啊，我是提供事实上，跟那么多人聊天，他们就觉得被骗。举一个例子，我在金门刚好没讲完，一个军官他投资了台北的网咖，结果你知道下场是什么吗？有人想要入干股进去，等于是敲诈嘛。他不愿意那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你们都没有影响过他这一招。他有一天突然间发了一个公告，说这里地下可能有古迹，有古文物在下面。全部封起来，当天就没办法做生意了。结果里面的电脑怎么样？被运到西川哪里？全部拿走，因为你都再进不去你的店了。这个金门的军官亲口跟我讲的，而且那个大统派，这就是其中一个案例。我很情绪化，我只是感同身受，是感受到他被骗的那种可怜，就很情绪化。但是我用很现实的方式告诉你，现实就是你在中国遇到这种东西，你是重点不是你被骗，重点是你投诉无门。现在的状况是，台商就在这种状况底下，一直就送钱、送专利进去，被骗完回来。他就把这个方式，那美国是他要进去那边啊。今天 Google 也讲了嘛 ，Google 可能也被渗透了。我跟你讲啊，中共真的很厉害。你说对啊，看谁厉害呢？好啊，现在美国反击，看最后谁赢嘛，我们就看着。我简单的补一两句话，就是刚这位朋友的提问里面呢，我如果按照你的问法来讲，刚刚好你质疑文涛老师的东西完全都在你的问题里面，因为你会觉得说他的问题能够，就是他今天讲的东西能够成立，是因为他假定法治国家才是好的，但你觉得说这是可疑的，啊，对吗？变成这样，然后你接下来你的讲法全部都变成说，一个国家只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要干什么的话，一切都是合理的，也都可以做的。那这是你的意识形态，这是你的唯一的判准，对不对？你的判准是国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尽一切手段，可以达到这个目的。OK， 这是你认为最高的价值的，你的整个问题，你认为这个才是对的。然后你认为法治的国家是可以指引的 ，OK？ 那当然，你这样的话已经非常明显了，很清楚的，你的意识形态跟
文涛老师的意识形态是很不一样的。那问题是，那你认为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尽一切可能可以不择手段，这本身是比较可疑，还是法治国家比较好，比较可疑？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比较重要的一个价值啊？那这当然就是我就不往下讲了啊。我也觉得说至少我们得去反思一下这一点，在我们自己的提问当中，我们的意识形态那么的清楚啊，然后确实拿这个东西来去说，哎，这是你的意识形态 ，OK， 这可能得思考一下。好，下一个，让我们。我补充一句啊，如果大家以为我在盲目的遵从西方，我觉得大家非常误会了。我的论文就是写英国的帝国主义，所以我对英国那种肮脏、那种虚伪，我是非常清楚。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说啊，美国真的很伟大啊，美国怎么样？美国真的只是为了普世价值？当然不是。他跟多少国家做了多少统一道的事情，支持了多少独裁的政体，就像你讲的，为了那国家的利益。但是重点正义就是说，我们真正就是要不是要认同他们的单单纯粹的国家利益出发的这些做法。那你的判准是什么？那你是没有判准，你是觉得没问题。我是觉得有一定的程度的判准，但它不完全是一种抽空的这个场景的一些抽象的价值，不是这样子。但是当然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是人类文明可以继续发展的一个导引的一些共同的价值。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共发的民族、共发的自由，我们自己都可以在文化不同的状况底下都会继续组织出来？但是我没有一种很虚无的、完全是相对主义的这种想法。好，下一个。好，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那个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对 Carrie Lam 跟 CY 的看法？然后我想回应一下他，就是第一，不是只有成年人有判断能力，所以不要讲这种奇怪的话。好，然后第二就是最近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才在他们的那个就是对外的记者会说，中国永不称霸，中国永不，我忘记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中国不称霸，然后不扩张。那这就跟你刚讲完全不相符的。你刚不是说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扩张是正确的吗？可是中国他明摆着他这样是要扩张，然后他跟全世界的人说他不称霸不扩张。一个能够骗全世界的人，不用讲成一个能够去骗全世界的政府。你能被普通人骗，你可能都会觉得很愤怒，像老师被国民党的史官骗很愤怒。那这样子，你怎么可以容许一个政府去骗全世界的人？然后你不去想说他做这件事情，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想干嘛？然后你不去想说你要怎么去判断你自己对于这个政府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而是一昧的只是觉得他的扩张是合理的。谢谢大家。你们要打架，别在外面。这样，我告诉你，第一个好不好？那个 CY 跟那个林郑嘛，应该这样讲 ，CY 是被质疑他是地下党员，所以他都要听话。然后因为之前曾荫权要他不听话，所以被一个小小的瑕疵就说他什么贪污啊，所以被他抓去关了。那个林郑也要浅见嘛，所以他没事。然后收了5000万，你没事啊？反正你只要听话的，你就没事。所以林郑也一定要听话啊，他不可能不听话。那所以到单说比较压抑的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推这个中东条例？那当然他可能急于要表功或怎么样，这我不太了解。因为他现在他的下场很快，很有可能就是他很快会下台啊。那如果抗争情绪的话，他会抗下台的。速度会慢一点，因为他们不认输嘛，不认输要让事情淡掉了之后他才会下台。那如果事情一直都没办法淡掉，他就不会下台。大概是这样，谢谢。好，还有吗 ？OK， 最后一位先生。老师好，老师
害啊，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去年那个在台湾被杀害的那个香港女性朋友，他们的家属要提出要求，说这个裁判条例还是要拿去写，还是要立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整件反送中的条例，这个裁判条例，其实大半还是因为香港人来台湾，然后引发的一个刑事案件所造成的这一连串的效应。你刚刚没有来，因为我刚刚有讲这个。对，我知道。我老是觉得说，我们台湾人自己本身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这事情。因为像老师讲，如果台湾的法律一再的配合，连目前的那个香港的政府的那个做法的话，造成来伤害的还是台湾自己本身。然后还有我要引述一下。有一句话叫泥菩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网络上这样有很多的新闻，刚刚那个文超老师有讲过，宗教的问题，包括基督教，包括佛教，现在很多的股市，老观的心态就是一句话，他说了教，所以很多那个包括那个。千年古庙，然后在他们那个城本的一句话全部拆了。我自己本身也是佛教徒，家也是基督徒，等于说我活到这把年纪，我亲眼目睹中国人苦，虽然说我们要亲身到那边看到那么多人的宗教。宗教的那个圣地，像如此性的被拆了，我就觉得说，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有同感，是不是该发起一个类似所谓一个宗教性的守护运动？好，不好意思，大家谢谢。OK， 好，谢谢。这是一个。没有事实的问题 ，OK， 那当然每一天都有在拆教会，然后也有很多的原本是佛教的地方，比如说观世音，最近很多都改成了孔子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观世音比较好改，如果是菩萨的话胖一点，所以比较困难，所以他们只要换一个头就变孔子，就非常非常多这些的状况，那每天都有这类事情。的话，那当然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OK，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好，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实质的问题要问文涛或挑战文涛 ？OK， 来，非常感谢，就是说来老师跟我们强调非暴力的重要性，集体的力量，或者说民众人民聚集起来，但是不是民粹的医疗的方式。但我的好奇是说，当我们在强调非暴力的手段的时候，那在面，但是这个前提叫做沟通的对象是能够讲道理的。但是今天我们遇到状况是，我们只能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是叫做援引盟友。但在现场的情况是，那些非理性的沟通对象，我们试图沟通的那个对象是不愿意讲道理的，尤其像是当。老师我提到说他们把所有的非我族类都称作港独的时候，他其实在身上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在破坏理性的沟通方式，也就是说我没办法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我只告诉你说你是我们的敌人，那讲完那就不是没办法进行理性沟通，因为他不是一个正确的挂名，也就是说他不爱摧毁就算我要跟你成为思想上斗争的对象，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名分，要有正确的规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法治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因为它是带有理性的展现，是它能够有正确的沟通方式。但是当如果说今天的这个沟通对象，他并没有想要用这种方式，而是把你通通只是通通丢进垃圾桶，就像说你们都是内挂的时候，那非暴力的手段或者非暴力的支持者要如何去援引他们的力量，这是我的问题。团结到无力，就是他要如何去什么？他如何去找到力量依靠？就是他有精神所在，他的手段要如何去让他们的手段能够在内部能够成功？因为在我们刚才讲，非暴力能够成立的前提是说，你的沟通对象要能够奖励。但今天，中共也好，不是中共也好，当这些对象不是要用理性的方式来跟你沟通，是没有任何转换的可能性，或者没有任何交涉的可能性的时候，那对，我帮你做一点补充啊，就是甘地面对的是英国政府谈自由主义，谈人谈民主，谈好不好或者高贵的价值，所以对他的对象是他的时候，那 你所作所为以及你的语言，就是那个时候的英国政府可能还是有办法跟你沟通或回应的，而且你用的同一套标准指出他有某种的这种双重标准。然后呢，金恩在进行公民服从的时候，他是高举美国宪法跟圣经，认为说美国立国的时候是有敬教的背景，而且是每个人就是独立宣言里面是认定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创造，所以人人平等，但是黑人跟白人却不平等，然后所以用这个理由来诉诸白人说你们真的是教徒吗？你们真的相信吗？以及他用了宪法跟实际政治的差距，然后指出说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这我们必须去正视它。所以他在与美国社会以及他要求听信的那要求愿意听的白人，跟他们毕竟还是使用同一套的语言，所以可能还是可以沟通的对象。那你的问题会变成是，如果对方是用另外一个语言，比如说你在谈人权、自由、正义，他在谈就是力量，在谈我可以为了我的利益而不择手段，那这样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沟通的可能性啊？那以及这一个，如果不能够沟通的话，你爱与非暴力有什么用？啊，对，就发大财，发大财。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举刚刚很快，就是刚刚的统计嘛，你在323个案例当中有非暴力的有53%成功吗？然后暴力的只有26%嘛，所以刚刚的他们那个研究的结论，哎，那非暴力不是比较优胜啊？是想要带出这个，那这个时候的盲点，意思是说，如果你人民都会认为我非暴力的成功率很高，我始终的非暴力，跟我根本没有选择，必须要用暴力的话，那是不一样的。当我必须要暴力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再判断我有没有可能成功的，其他的失败率不是更高吗？但是像刚刚讲的，比如说 Martin Luther King 或甘地，他判断，哎，这个人可能可以沟通哦，可能我用非暴力就会成功哦，我干嘛用暴力？但像我刚刚讲，他们用很多方式去把非暴力说得很漂亮啊，我这个生活方式，我这个不耐那那个怯懦的那种表现，对不对？他用很多这种方式来合理化那个非暴力嘛。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比较是你要看你这样的状况，比如说简单乌克兰当年也类似台湾的状况，一个亲俄罗斯的总统，他有推翻他，你这个可以跟他沟通吗？他可以跟你敌人直接勾结，就跟我现在跟我们马英九跟中共勾结一样啊。我们那一次之所以能够用有限的、很极小的所谓暴力，如果有暴力的话，是非常极小的暴力，就能够阻止。是很奇迹的，
也是在某个意义上，因为那个真的是一个已经开始民主化之后的一个政党轮替过的这样所谓的状况底下。那所以简单说，刚刚的研究我刚没讲，大家就试验你问那个主流盲点，我刚刚讲，你这些人为什么宣称用非暴力，就他认为成功率比较高嘛？所以你最终结果成功率真的比较高嘛？但是你用暴力的时候，我刚刚讲的，你无法选择，你必须要用暴力的时候，你的成功率就当然是比较低啊，因为政府就范的可能性啊也相对低嘛。好，所以这个也是间接回答了你刚刚的问题。我觉得，好，这当然就是有些国家就是有些政府你用暴力，是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你也很难取得暴力的基础。那面对这样的国家，你当然连进行暴力的方法都没有。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已经十点了，所以不能够再多说。那这是文涛刚刚讲太久的一个原因啊。那可是呢，我最后我讲一个就稍微轻松一点的小道消息，那就是甘地在进行非暴力抗争的时候，他同时在实践他的印度教的哲学，非常非常有趣。那个印度教的哲学呢，至少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被打被欺负的时候呢，就说被打然后被欺负，这个其实是一种修炼啊，就好像是你在积点数啊，就说别人骂你越多，你的积点越多啊，所以呢，这个他本身是有这个印度教的宗教背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他在进行那个就是一种积点数的方法。可是呢，另外面也跟身体有关，他那个印度教就是那一个非暴力以及饥饿抗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他某种程度上在进行那个让自己的身体受到非常严厉的考验底下，他才能够更能够体会到那个真理的实在性等等。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甘地的传记，然后他在描述这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而英国人完全不懂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会说：“哇，道德好高尚，怎么办？我们完全打不下去，不知道怎么办。”等等。所以他一方面在讲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的同时，他在实践，在实践他的印度教的一部分。那这是非常有趣的。你只要去看有关这一方面的甘地的这方面研究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这边的。所以那这当然也不会很多说，那英国活该，谁叫他们没有好好的理解甘地的印度教啊？要不然你越打他们觉得说我们越高贵，我们积分越来越多。好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够到这里。我们还是谢谢文涛的今天来跟我们分享。